Hello， 小红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是来给大家分享我最爱用的精华。关注我时间比较久的朋友们应该也知道，我以前也推荐过第一代的那个印花水，因为我是觉得呢，它首先质地非常的轻薄，而且也不会觉得脸上很黏腻。在我有痘痘啊，或者是肌肤状态不太稳定的时候，它呢就可以有效的去修护我的屏障，然后算一个修护神器吧。看到呢，这次它的包装也变得更好看了，就瓶盖的地方更加的圆润了，但还是非常少女的这个样子。而且呢，它这次里边多了一个新的成分，叫后生元12+，修护能力就会变得更强。后生元呢，大家听起来很陌生，但它其实就是益生元在发酵之后的产物，就叫后生元。后生元的分子更小，更好吸收，而且里边的营养会更加丰富。雅诗兰黛后生元12+可以修复我们变薄变脆弱的皮肤屏障，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健康，然后更加强韧，而且它对痘痘啊痘印这些的修复功能会更加的强。那现在呢，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质地，虽然它的控油效果很好，但是可以看到它也是流动性非常强的水精华的质地，然后轻轻的涂抹开，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质地，而且很好吸收。你看，现在就已经吸收了，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它黏腻，就是非常的轻薄。建议油皮的宝宝一定要试一下。如果你是干皮的宝宝呢，你就可以选择原生液。原生液呢，就是适合干皮，因为它更加滋润。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